因为今年球季，我相信呢，如果没有我们看台上的球员朋友，我们今年球季也没有办法在每一场比赛过程当中呢有这么大的动力，让我们继续加油。所以接下来呢，要先请大家先深深的一鞠躬，谢谢我们一垒侧、更正三垒侧的球员朋友，请大家一鞠躬，谢谢他们，谢谢。外野的球员朋友。一鞠躬，谢谢他们的支持，谢谢你们，谢谢。扛起来，扛起来！呜！啊，哎，来来来，要先找哦，队长，队长下令，队长下令，好不好？那个麻烦注意一下，上次桃园林威助教练在头部落地，好不好？好，拜托，拜托，总教练很珍贵，在台湾非常珍贵，一定好好保护他，好不好？好嘞，准备了。好来来来，好来准备准备。阿虎，等一下，我们先把总教练抛起来了哈。好，那我们媒体朋友们来，我们等一下换我们转向这边好不好？我们等一下访问的位置会在这边。好，来，我们媒体朋友请转向，谢谢，谢谢，谢谢，对。好的，各位，接下来我们要进行的第一个蜂王的访问就是我们的总教练林威助总教练。好，那首先真的要非常谢谢令长，因为我有听说令长其实在这一次的大赛的之前心中压力好像蛮大的嘛，对不对？那对于这一次我们拿下总冠军后，是不是先谈一下心中的感想？感想就是好累啊，是，但是好幸福。是，对，很久没有闻到香槟啤酒的味道了，对不对？哇！四个先发。是，那这一次呢？当然，在台湾大赛，我想应该很多人都没有想到，在这一次会在4-0直接横扫对手嘛。那立场是不是也谈一下，在一些台湾大赛当中呢，直落四的过程当中呢，最关键的点在哪里？是不是也请立场稍微跟我们分享一下？其实这一次的台湾大赛，我觉得最重要的是第一场。是。那第一场有办法，我们得把它先发，然后最终也2-0结束第一场的比赛。是。有了第一场之后，大家不管是打击、守备、整体投手都感觉放得比较开一点。是的，是的。那第二场的全垒打也蛮多的。了解。对，所以我相信呢，其实每一个赛季，因为通常第一场只要能够拿下胜利，其实夺下总冠军的几率会比较高了哈。是。对，那另外是不是谈一下，其实今年球季除了选手的努力之外，我相信其实教练团这边应该也是要有一个非常密切的配合，才可以得到这么好的成果嘛。那这边其实是不是有什么话也想要跟我们这边辛苦的教练团还有这个选手们说的？其实感谢的人非常多，不管是球团啊，不管是球队里面的队职员啊，然后教练团、防护员，还有特别勤收也是。是。这一点我是觉得蛮重要的。然后他们都一整年的配合嘛，那今年到现在12月1号了，今年的球季特别的长，然后我觉得球员是非常的辛苦，是，对，因为我平常也蛮唠叨的，对他们要求蛮多的，是，好，对，但是我觉得结果我们最终想要的结果今天拿到了，是，这是甜蜜的果实，我们可以跟球迷朋友们一起分享这一份喜悦，是的，球迷朋友，立场跟这份总冠军的喜悦跟大家一起分享，谢谢你们，呼。眼睛哦，好的，那当然了，我们今年球季拿下总冠军，那想要问一下立长，接下来的目标是什么？
当然是二连霸。好了，这一次的掌声谢谢我们的 Lisa， 谢谢，辛苦了，谢谢。